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来见我，我来找你还不行吗？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我仔细的想过了，我们不合适。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呀？我不想因为我让你跟你儿子之间产生裂痕。志凡，你对我好，我心里都明白。 可是我不能自私的只想自己，而不顾江昊天的感受。我们家昊天脾气是不好，可他心底并不坏呀。他是一时接受不了你，等时间久了习惯了就没事了。不会没事的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江昊天就对我有误会，毕业这么些年，误会只会更深。我们俩之间的结儿本来就很难解开，现在因为你，恐怕就更难解开了。 志凡，放手吧。我们虽然不能够在一起，但是你对我的这份感情，我会深深的埋在心里。我会天天想你，心里永远记着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。我不许你说这种傻话，小婉，我的心已经完完全全被你偷走了，你不能就这么潇洒的从我生命中消失。我已经到这把年纪了，我玩不起。 有些事情明明知道是错的，可还要去做，那是因为不甘心；有些人明明相爱，却还要忍痛放弃，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没有结局。志凡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承受得起，还是放手吧。你看看你，明明放不了手。 还说这种傻话来伤自己的心，志凡，我真的好怕失去你。可是我又不想造成你家庭的困扰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就应该把你自己放心的交给我，我是你男人，我会好好的保护你的。 我周时间跟昊天好好谈一谈，我会让他明白，你是真心的爱着我，他会理解我们的。可是我还是放心昊天。你什么都不要想，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啊！你就坚定不移的跟我走下去，其他的事情你都交给我来处理，知道吗？即使昊天他不接受你，我还是要跟你在一起，我的后半生一定要有你。是吧？